恭喜你成为我们工作室的实习服装搭配师。三二一，走。Cool。喂，脖子疼，不要发出声音，只是表现。你们会参与我的春夏创意秀。好紧张，这时间，我这看了我们的衣服是不太高兴呀。哎呀，我愁死了。要选出一个优秀的实习生。